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宝。那个今天呢，我还有一个身份哈，就是这个马马虎虎剧组的导演了。导演，喝水。哎，好。你说话啊？哎，这我副导演啊。哎，这不马年到了吗？是不是？这个摇那个马怎么叫啊？那是驴。狼叫我怎么长出来了呢？哎，就是呢，接下来吧，我会让这个参与者哈、啊、来一段无实物表演啊。这个在咱们准备好了，马上要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，你笑什么玩意儿？准备去吧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来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是 PS 里面的、啊。对、啊，这个我们呢是这个马马虎虎来的、啊，这里你就演一个马，你看行吗？行。一会儿我说开始的时候，你就骑马，就这么撩，撩了一圈，好不好？撩一圈，好不好？那个我们这个副导演跟着去，那个帮着带一个麦克，好不好？对，啊，谢谢。各位各位，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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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人呢？哼，这大过年的被娱乐了都。是啊。人呢？哎，驾！咦，这！哎呀妈呀，你也太实在了！我这不喊停，你这一直转呢，是吧？真的，俺是这个辽宁卫视新笑林的，刚才跟您开了个善意的玩笑，来打个招呼来。